2033年4月8日夜里1点10分，这里是隶属于 X 基因科技的第七生化研究所。根据物流记录显示，这里是引发 Z 型传染病的药剂样品发货地。现在这里是一片狼藉，人员应该已经全部撤离了。但愿我能找到一些线索。什么声音？前面好，希望不要遇到可怕的东西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会减少扩散。天哪，请做好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。到处要人，等待。他们没救了，只有砸烂脑袋才能真正的杀掉他们。兄弟们，现在一定要照着脑袋打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未减少。门被锁了，看来得先找到门卡才行。不要惊慌。门被锁了，看来得先找到门卡才行。等待撤离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人会变成这样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小心。这里到处都是变异的人，全体人员千万不能被他们传染。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会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。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躺下吧。
丑八怪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，等待撤离。正是我需要的。我应该回头吗？还是坚持？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可怜的家伙，再来，要你脑袋开花。再来呀！该死，这门打不开。门被锁了，
怎么回事？我得进去看看。妈的，我被养了，兄弟，帮我个忙吧，把我给毙了。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瑞恩博士果然来过这里。真倒霉，门被锁了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不要靠近。
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自解除地雷。程程姐的厉害。下地狱吧！门被锁了。好吧，看来我是彻底活不下去了。那么听到这段录音的这位陌生人，带着我最后的希望活下去吧。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，再见。该死，这门打不开。
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长长姐的厉害。躺下吧，这些该死的坏蛋。真倒霉，门被锁了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。
等待撤离。